这一家子太有意思了。我看好多那个就是双胞胎找双胞胎的那种情况，我们就是妹妹找的哥哥，姐姐找的弟弟。所以你跟你姐姐成了妯娌。对，我还成了她的嫂子。成了她的嫂子？什么？你是你姐姐的妹妹，同时你也是你姐姐的嫂子，这个关系，我的天啊，双胞胎找双胞胎容易搞错吗？就有一次我在工作的时候，然后哥哥上班去了，弟弟就穿了一件跟哥哥一模一样的衣服就走进来了，我就很纳闷，啥情况？他不是上班去了吗？咋回来了？然后又一想，不对，那是弟弟。行，跟老婆表白一下吧。老婆，我爱你，加油。他是对谁说的？台上的不是你老婆，蒙圈了。下次看清楚点，不行配副眼镜吧。